看我们这活干的啊，眼前这边一个大坑，现在铺平了啊，经过一上午的努力，是不是好看多了哈？也整不了一大坑啊，还得到时候还得拉点沙子，填点沙子，填点沙子就好了哈。你少了把缝儿都留啊，这眼前的第二，我们在这收拾房子呢。对面就是我们的封闭市场。啊？是吧？看看我们的小屋，今天刚开始弄。看卤蛋他娘在这擦的这个干净哈，这边擦完了，你看这个干净。瞧瞧我们租的房子，刷房子了。看我们的小屋啊，顶棚那天我们也擦干净了，看擦的溜干净啊。今天也刷墙了，看一会儿就刷的挑白的了。你这干更白啊，更白，一会儿干了更白是吧？老白这样看着你都可白了，你看啊。哎，咱的灯呢？就打开一下呀。电铃也把灯打开。这是我们的小厨房，还没弄好呢啊。昨天刷完的墙。今天大姑又来搞卫生来了，这卫生得搞好几遍呢。这边搞完卫生以后，那个咱们再干别的。你一刷墙，把这个管子、窗台呀啊，你看这白的，你不都得给它擦掉吗？都得擦干净啊。这就是咱们家的小店儿，好朋友们，看看大姑转行了啊。你看看，虽然面积不大，但是地方地理位置是很好的，干个小店还是不错的。这会儿家里面不冷了，穿着棉裤，穿着背心。哪天俺家也不冷，自己冷。你这楼上太热了，你这楼上太热了。棉裤我穿的薄的，这会儿我穿的棉花的，不穿那个薄棉裤。哎，啥呀？我也不会。炒辣椒。不会炒，谁说不会炒？这真是吃排骨啊！啊，刘姐，你真是吃排骨啊！对呀，今天就吃排骨。哎呀，我的天！两大盘子排骨。这个那个。喝一杯就行了。喝什么一杯呀？这是我买的，我买的这个。谁买的？我买的。我上个小店买的。你要喝几杯？哎，刚才那个三轮我以为是你的呢。我旁边那三轮我开的。我下面那个。啊。上面不是你的吗？对呀、啊，那个那就刘姐的，我以为是你呢，改。我那个停在你那个七里城那儿了。啊、嗯。停到哪儿？停那个三铁公寓哪儿？我这出去，从三铁公寓到那个街北头是。那你怎么你没开过来呀、啊？车。开过来了。啊。不是不，就是吃的，讲两句。咱俩就他不出去辛苦，为人民服务，不挣钱。嗯、啊，你为了犒劳你，犒劳。你这我他妈真的感动死我了，我操！哎呀妈，你说我没做什么贡献，得到的其实这么高的荣誉和待遇。嗯。这是那个什么？喝一口啊！你们不讲两句啊？你们不说辛苦了？我操你啥嘛？喝了。辛苦了。老妹儿，你看这轱辘这么堵，一会儿给十块钱得了。你这算黑车，举报你。怎么能算黑车呢？你看我大老远给你拉过来的。这是你有那什么吗？啥呀？那叫什么运营那证吗？我没有运营证，你上我这车干啥？你说你。黑车以后不上了，还要我十块钱，打车才七块。这活儿，哎呦，这活儿整的，这活儿干的。下车吧。不想下车，不想去店儿，到店儿就点干活。那你还想干啥呀？我在车上
住一天吧。干点别的呗。啊，那会儿单啊。看一看他们清不清雪。走吧，今天两个三个呢。啊，两三个呢。不想上班。还有粘豆包呢。不想上班，不用说话了。走吧。这些师傅们没到地方吧？不能付钱吧？我不要你钱了，咱下车行不？走吧。干啥呀？我还倒搭点儿。你一会儿给你转，一会儿给你转。这会儿拉的，不挣钱还倒搭。走吧。走吧。嗯。那行了，下车了，上班去了。欠啥？早上？别。别那么强颜欢笑，我知道你不想干活。吃点啥？吃点早饭呗。我知道吃早饭，你现在你也不是吃晚饭，吃午饭。嗯，想想啊。啊。这附近都有什么？吃个油条吧。你就要油条，喝的来点啥？我有豆浆粉。别了，我给你买杯豆浆得了。我不行，我想喝豆浆粉。啊，行，然后其他的，其他我自己看着办吧。上次你特别爱喝的那个豆浆啊，行，生椰豆浆。行，那我就那个什么，我就看着整了啊。你吃什么？我蘸几个包就行。蘸几个呀？你呢？四个的。真能吃。走了。拜拜。哎呀，吃饱喝得来干活儿，加油干啊，小伙子！今天粘豆包加上花萝卜，够整的了。辛苦，那咋整？那谁让你学了那么多，今天得还账。好玩，收钱的时候哈，觉得很好，可开心了是吧？嗯，到还账的时候就。那咋办？今天起的也是比较早，但是，有饭和玉米粒好香。哎，那个紫米啊。嗯，蒸出来特别香。把这个玉米须须挑一挑，就是你知道的吧？其实玉米须须不是别的东西。你这些打算啥时候出锅呀？一会儿吧，先团上。花饽饽在那点有，小发箱里面有一锅。然后给他们到时候一起蒸了就。给我预定点呗。你预定几包？不是，我就尝一个就行。你多了你也没有，你多了你也不是给我的。你看看剩不剩吧。还得看剩不剩。对。就剩你一个半个的，给我来一个就行啊！行，如果不剩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嗯，真可怜呢，哎呦我去！今天打算做多少啊？36-7个吧。36-7个，然后我之前跟你说的啊。如果37个呢，你就有；36个呢，你就没有。哦，我就没有了是吧？对。老板今天没少出活呀。可是呢。我知道那还有一盘，我的呢？这呢？我的是吧？嗯。哎呦，就多一个呀？有点黏。啊。多了两三个吧。两三个，那啥意思呀？吃呗。给我了呗。给你了。行。我这吃一个，你家玩儿挺不容易。咋的呢？还得多出来，还得看看有没有，不多还吃不着。是呢。你可以啊，你要不要来点？一会儿的。一会儿给你来点。嗯。挺好吃。好吃吗？嗯。这料挺多哈。嗯，满满的。好吃吗？行，能吃着就不错了。细细念念粘豆包。嗯。以后。多少回？我拿回去，我一个没捞着。证明我的粘豆包太抢手了。嗯。